经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部分，不学不知道，学了才晓得，学了天天反省，天天对照，哪些我也没做到啊？普贤誓愿，你说是不是不是啊？第一个恭敬，对于一切人都礼敬，都谦让，啊，别人做的好事，我有能力帮助他做，没有能力赞叹他做，这属于赞叹。赞叹有能力不帮助，这个赞叹不是真的。啊，他做好事，我们有能力让他好事更提升，让他影响更扩大，就更好吗？啊，我们能加一份力量进去，随喜功德。啊，不是赞叹表示一下就完了，那个不是真的。真修是全心全力帮助他，啊，不求果报，啊，名闻利养都不沾，这叫真实功德。啊，为名为利，未有条件的，那就不是供养了。啊，那是一种生意买卖、商业行为了。啊，要认识清楚。啊，好事没离开我们身边，到处都是。你懂得，你就会做。啊，佛菩萨示现在人间，时时刻刻做我的样子。啊，你看他任何一个机会他都没错过，都能掌握住。啊，成就无量无边